是 Split Tennis， 你记得 Ruby。OK， 首先要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提萨办的这个盛会。这个虽然说今天已经在学习结束了，结果大家还是愿意花时间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参与。那当然我最要感谢还是今年所有的 officer 们，包括 Larry 还有其他的 officer。他们今年把 TISA 办得非常成功，那就对啊，到最后一天还是那么多人来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那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可以把变得那么好。对，那其实我在 TISA 已经有大概算了，我不想算那个年，反正很多年了啦。对，这样的话泄露那个念太久这样子。就从 TISA 刚开始呢，其实每个礼拜啊，像什么 Kingsolving Dinner， 那我们都只有好像坐不超过两桌吧，就全部都是男生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很多女生看到我们就觉得，哎 ，TISA 是一个怪叔叔的团体啊。对，那可是中间经过了，当初我们第一年是我们 Sandy， 就是我们大叔。对，挂名。对，他是我们第一任算第零，应该说第零任的这个社长。对啊，然后还有经过 Sam Chen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然后还有 Will Willy， 然后直到去年的 Jen Chen， 然后一直到今年的 Larry。那经过他们的带领呢，从十几人的团体呢，然后一直成长到现在，Pay Member 几乎都超，就当中有100的人，所以对。对我们心里面来说，觉得真的是非常骄傲啦，可以从那么小的一个团体，可以变成那么多人一个团体这样子。那现在是由我接了会长这个位置，那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 TISA 做得更好这样。那总之我很谢谢大家，然后我希望明年大家会继续支持 TISA， 然后让我们更强更大。谢谢。OK。接下来，那我介绍的是我们的 Treasure 韩林。好，接下来我介绍我们的 Secretary Jenny。